家呢不需要一一参观，但是呢可以选择一两个，就在海拔比较低的地方啊。我们这会海拔3300，一会儿走的最高点呢是3400米左右，就往上升100米。能走的话，我们呢就慢慢的走上去，走到最高点，参观一下就是这边的主殿。如果有活佛在的话，我们还可以拜一下。我们这边活佛呢，他只有48岁，但是他占卜是非常灵验，所以到那边呢去，就是大家呢可以拜一下。不知道有没有在啊？既然有佛缘的话，就肯定在了。那么走进寺院的话呢，这样了，它有很多的禁忌，有很多的地方呢需要讲解。所以一会儿呢，大家呢不要走散，大家呢跟着小黄一直往上走。那么走到最上面参观完以后，小黄会给大家一点自由参观的时间，那个时候大家再自由的参观。要不你走错的话呢，就不太好。好不好？大家看一下，昨天晚上也下雪了。下雪了。对，这路两旁这些都是雪呀，昨天晚上下的。对，我们县城那边没下，这边就下了。这边是一山有四季，十里不同天，就这样了。县城那边是没有下，但这边下雪了。好了，现在准备好啊，帽子呀、手套啊，把它戴。